武当拳11个流派的武功技法，通过整编而成。为了适应全民健身的需要，为了满足广大武当武术爱好者的需求，我们整编这套武当拳18式，目前已经流传世界各地，受到亿万武当拳爱好者的欢迎。 这套武当拳，它的特点是动作、舒展、动静、向肩、虚实结合，方丈之内方可演练。通过实践教学，是一套受世人欢迎的普及推广套路。武当拳18式在2004年5月。 中国武术展示大会上进行了展示，受到了专家的好评。它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演练的过程中间，它有不同的掌型、掌法、拳法、步行步法。比如说，虎形掌，虎形掌就是让五指扣拢、弯曲。 在咱们这个动作中间，虎形掌，还有龙形掌。龙形掌就是五指自然伸开，在我们整个运用动作中间比较多，比如说旋归戏水这个动作，龙形掌，五指自然伸开。再比如柳叶掌。 柳叶掌，在我们仙人指路中间的应用中间，柳叶掌的应用。再比如步行，走弧步、弧形步法，哎，走括弧步法、弧形步法，哎，比如说咱们这个哑雀溃鱼的动作，后摆转体。 同时，这个步法也是魂当步法。步法里边还有七龙步，前腿撑直角，后腿半蹲，七龙步法。还有我们日常武术训练中间的丁步。 丁步，当然，武术中间最常用的马步等等。再一个就是咱们的集成步法，武当武术中间，它的集成步法比较多，比如说五行步倒，这些步法是连贯性的步法。 圆转行走，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身法。有句常言说得好：“练武不练腰，终久艺不高。”所以说，在武当武术中间，腰功的应用非常重要。比如说，哑雀溃鱼的动作，必须要靠腰部的旋转、转体，最后到位。 还有就是，我们在演练武当拳18式的时候，我们的演法的应用，一定要眼、随、手、肘，要有应用的意识，整个这个意识贯穿在我们的演练的过程中间。
那么我们整个套路就显示出了它的神韵。在我们演练的过程中间，讲究手眼身发步，精神气离功，通一协调的配合。比如说我们的眼到手到技术，这个手法的应用，注意转体挤，眼睛要跟上，然后我们在下刺的时候眼睛要跟上去，然后旋归细水先指漏，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必须要有寒光直视，转体眼睛在跟上，所以说要做到手到身到眼到步到，手眼身发步整体合一。起势示范一遍，起势的动作要领，先进抱拳礼，抱拳礼是武当道教一种敬礼的方式，也称作揖礼。一般抱拳的方式男左女右，也就是分阴阳之别，男士习练时
右手呈弧圆，左手拇指按于右手劳宫穴内，合抱成拳，手呈阴阳八卦手，也就是大家讲的太极图，抱于胸前，玉肩同高，微微的扣手，然后平心静气回收。接下来左脚向左横开半步，玉肩同宽和稍宽，然后双背自然升起，然后向前合收按转腕，双掌上提，然后向外喷出旋掌，同时转脚跟向外，身体下蹬，双掌心向外撑出，武当拳四八式起势是武当道内养生技术中间的一组呼吸倒影吐纳技术，整个动作与呼吸配合，比如吸气，然后呼气，然后吸气，呼气，然后吸气，然后呼气，再吸，再呼，整个动作与呼吸配合，一动一静，一呼一吸，体现出阴阳交合、天人合一状态。刚刚给大家讲了动作要领，也讲了他的呼吸倒影养生技术。武当武术，在养生的同时具有防身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起势的动作，它同时具有一种防身自卫的功能。示范一下，当对方向我抓来的时候，我们双掌向外旋，同时上步给对方可以摔倒，啪，这是一种。或者是当对方一只手向我攻击过来的时候，一只手向我攻击过来的时候，我单掌外旋，另一掌横击对方胸部或者下颚部，然后上部横击放打对方。正面给大家再示范一遍，当对方向我横击过来的时候，我的左手滚化对方的右手，同时右掌横击对方的胸部或者是下颚部，同时上部将对方击倒。第一次旋转乾坤示范一遍，旋转乾坤动作要领。旋转乾坤主要是我们的膝盖的旋转，请大家看我的示范，转起旋转膝盖，然后用前腿推动，然后用前腿推动整个身体重心向后移，移向后腿，双掌下按，再转起旋转膝盖，接着再用右腿推动身体向左腿平行位移，再旋转，
旋转乾坤，这组动作是来自武当太乙门的一个起势的动作。整个的动作要求膝盖画弧走圆，双腿之间形成一个阴阳鱼，这是这个动作的关键所在。这组动作对患有关节炎等慢性疾病的人有很好的保养作用，对腿部疾病的人有很好的康复医疗作用。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防身要领。来，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的时候，我右掌给对方攻击的手向右划开，同时扣右腿，利用我们膝盖的旋转将对方摔倒。这边给大家示范一遍，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我左掌给对方冲拳划开或者压开，同时扣右腿，然后旋转给对方划倒。旋转乾坤，贵在旋转。我们的膝盖当扣住对方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我们在表现套路中间的膝盖的旋转的动作，旋转的动作。由于这个旋转，一方面用脚尖将对方扣住，另一方面靠膝盖的旋转破坏对方的下盘的重心，很轻易的就可以给对方摔倒，起到防身自卫的作用。第二式，蛟龙出海，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蛟龙出海，注意重心由右腿向前推移，转左脚尖重心前移，力从肩肘腕向前顶，然后重心位左腿之上，拖右掌，按左掌，提右膝，脚尖翘起，这属于叫右式。然后翻掌下按，身体微蹲，平行位移，直起，提左膝，拖左掌。按右掌，右脚尖翘起，这组动作要体现出武当武术中间的螺旋力。整个动作就像千斤顶一样把人顶起来，主要体现在左腿微屈之后，整个重心向上起的时候，像千斤顶一样把人整个身体顶起来。这同时也是我们在单式训练时候训练腿部力量的一种方式。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的时候，我的左手
滚化地方，右手，然后右手魂托对方的肘关节，使对方整个重心向上抬起，破坏地方这种重心之后，用我的右脚蹲在对方的髋关节位置，使对方整个力量分散，这是一种杠杆力学原理在起作用。然后柔化刚发，对方倒地。这里面要领呢，积极的要领的基础是反个方向啊。当对方向来击来的时候，也可以靠这种方式，靠这种方式，左掌托对方的关节，这是个反关节作用，破坏对方重心。然后当对方的力量向下反抗的时候，破坏对方重心，蹲住对方髋关节，让对方击倒，对方很容易受伤。第三式，含击觅食，接上式示范一遍。这个动作要领是双掌成龙心掌，也就是双掌自然伸开，五指伸直，手心含空，然后整个小背随着身体的旋转而旋转。大家看我边示范边讲解，双掌外旋，同时整个身体随之下蹲，脚尖儿，左脚尖儿点地，位于右脚尖前侧前方，目视前方，含击觅食的击击示范。当对方向我攻来，我的左掌旋转化开对方的来旋的力量，然后右掌撑击对方的腹部和裆部，左脚封于对方进攻脚的内侧，然后破坏对方重心，魂击对方，让对方转体摔倒。这边给大家示范一遍，当对方向我攻来，注意用我的掌腕的位置给对方攻击拳化解，向右方化解，同时右脚封于对方进攻腿的内侧，然后用左掌撑击对方裆部和他腹部，右手破坏对方重心，让对方身体向我的右侧转换，左掌撑击对方，使对方排斥对方受伤跌倒。第四是旋归戏水，接上动作示范一遍。旋归戏水动作要领，注意手的转换，右掌从左小臂内侧穿出，然后向右分开，左掌顺势左转按于腰侧，出左腿翘脚尖，然后旋转腰身一圈半，重心前移换式，
旋转。整个动作要领是一腰带肩，肩带肘进行旋转，切记用手这样的空画。旋归吸水，整个动作关键所在是我们在整个小背画转的过程中间，要用腰带动肩，肩带动肘，肘带动腕，腕带动手进行转动，而不是单纯的用手再在画圆。旋归吸水这组动作分左右两次，动作相同，方向相反。这在道教养生中间跳大灯穴，也就是我们讲的脚的大拇指，经常这样撬动，有利于疏肝理气，对我们的肝部保健有帮助。旋归吸水的技击示范，当对方一个鞭腿向我打来，我左背向上将对方的鞭腿抽起，同时重心前移，脚跟封住对方的支撑腿，然后右掌画圈将对方翻倒。如果是对方用拳向我击来，我们一样的将对方的手化解开来，同时重心前移，用右掌向左圈画对方，一样个地方翻倒。第五式仙人指路接上式示范一遍。仙人指路的动作要领，这组动作一用柳叶掌，二用剑指，三倒圈，倒圈，四弓步，在演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剑指不能这样的直臂直击，要腕和小臂之间有一个角度，同时剑指不能伸得很直，要自然状态，便于我们将来在应用时手部不受伤。好，大家看我示范一遍。仙人指路的技击示范，当对方向我打摆拳过来的时候，我随之顺对方的力接住对方的手，顺利接手，然后给对方在对方的力将收未收之际，我顺势跟进对方，同时剑指点击对方中脘穴，使对方气血受阻，受伤或者是重击对方当场倒地。击击部位一定要借地方力化开，然后在地方的力回收之际随之跟进，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借力然后去打力，随之跟进点击地方中脘穴的位置。地方中脘穴非常很好辨认，
一般在对方脖子和他髋关节之间的中间位置上，也就是我们的心窝的三指的位置上点击对方，对方他的气血很容易受阻，点击之后对方很容易造成呼吸短促，甚至丧失战斗力。第六是紫燕穿林，接上式示范一遍。紫燕穿林的动作要领，边示范边讲解。重心向后移，同时右手垫姿变掌，后坐回收，然后转体，右掌捧，左掌按于右掌关节内侧向右挤，然后快速旋掌后插，重心下移向左穿掌。这里边主要一个手法，旋掌后插，这一个蛇心掌，蛇心掌也就是让我们的大拇指微微伸直，紧靠着食指外侧后插，整个这个动作要注意快速连贯，快速连贯，后穿，紫燕穿林，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出拳攻击，当对方出右拳吧，出右拳向我进攻，打过来，打过来之后，我的右掌向右给对方滚化，然后翻掌借力，借对方回收之力穿击对方印堂穴，或者是两眼，或者是对方的喉部，对方鼻受重挫。再示范一遍，对方重挫。紫燕穿林也可以用于穿化对方，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我迅速接住对方的攻击拳术，然后矮身进步穿搭，然后可以靠击对方，让对方跌出去，这是一种。也可以是利用我们内压拳的圆转走化技术，让对方破坏重心而跌倒，用小力打大力的时候，当我们靠穿靠靠不动对方的时候，我们靠破坏对方的重心转背转腰，让对方的重心破坏而跌倒。这也充分体现了武当内家拳以小力胜大力，以弱胜强的一种技术体现。第七是舞龙暗度，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重心前移，撩右掌，蹲右腿，然后整脚双掌绿带，
整个动作，整脚根部捋带抖推要协调一致。再示范一遍，五龙暗度的聚集示范。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我左掌回击对方进攻他的小臂，然后起右掌撩击对方肋部、腹部或者是裆部，同时用右脚蹲击对方膝盖内侧部位，使对方受挫倒地。对方受挫倒地，如果对方受到攻击之后后退，后退，我罗布整击对方的前脚人的方向，对方受伤，同时整个重心捋带对方翻扬，让对方摔倒。好，正面给大家示范一遍，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我右手将对方攻击的手划开，同时左掌撩击对方裆部、腹部，同时用左脚蹬击对方的左腿膝盖内侧，使对方挫伤而倒。如果对方因为攻击而退化，我快速落步踩击对方小臂，然后双手捋带对方，改变对方方向，让对方摔倒。第八式金蛇扰梁，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金蛇扰梁主要是随着腰身的转动，用我们的右小背横击整个动作要协调统一。示范一遍，左掌按于右小臂外侧，目视前方，右肘关节正对正前方。金蛇扰梁聚集示范，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我左掌借力接住对方的进攻拳，同时身体向左转，用右肘横击对方的后脑部位，同时让对方打压下去。这个动作也可以在对方进击我的时候化解对方之后，用我的右背虽转体磕击对方的肘关节，让对方肘关节受损而倒。第九式青龙回手，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青龙回手这里边隐含的一个集成步法，也就是走步走四步，同时右手去沾化对方。我再示范一遍，注意起身，右手向上撩
同时出右步，然后转体扣步，然后双掌互变，重心位于左腿，右脚后侧向45度的方向后侧，然后右手变拳向右拉击，左手变八字掌按压在左侧前方，轻松回首。这组动作在我们运动演示的过程中间也体现了一个呼吸的配合，同时体现了一个柔化刚发这种劲力的表现。柔化刚发，前面的精神步伐走转的过程中间伴随着一个徐气的过程，走为徐，压为发，整个的劲力贯穿，体现了一种阳刚之劲。轻龙挥手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进攻我快速的走转，然后右手控制对方的进攻手，同时侧右步转体履带对方，让对方摔倒。当对方进攻我的时候，注意我的右手滚化接住对方之后，四肢扣住对方的肋关穴，然后旋转使对方的整个臂力呈背式，同时转体使对方重心向侧方向转移，借我腰力将对方捋化而倒。第十式狸猫扑鼠示范一遍。狸猫扑鼠的动作要领，边示范边讲解。双掌自然向两侧分开，上左步跟右步，双掌收于腰间，然后快速的向前根部发力。这组动作体现了武当内家拳柔化刚发的特色，分掌为徐气，体现出了一种柔，同时在应用的时候体现了是一种化化打技术。然后根部的时候要快速发力，表现为刚脆猛。再示范一遍，狸猫扑鼠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双掌自然向外分开化解对方，然后进步吞身，一掌撞击对方的髋关节，另一掌撞击对方裆和的腹部，使对方受伤而跌倒。当对方向我进攻的时候，注意右掌自然给对方分化开，在演练的时候为柔，在应用的时候为化，给对方进攻的手臂化开之后，随对方回收之力快速根部右掌推击对方髋关节部位，右掌推击对方髋关节部位，左掌魂击对方裆部和腹部，使对方受伤和重心破坏而跌倒出去。第十一式阴阳变式示范一遍。
蹲到那里，边示范边讲解。当灵猫扑鼠发力之后，快速的移动右腿，注意右腿后移时走弧形，然后穿肩过臀，身体下蹲，右手一定要从背后穿到左腰旁，左手掌心向左，目视前方，身体下蹲，脚尖点地，阴阳别次。这在武当道内养生术中要求穿肩过臀。所谓穿肩，就是以右手为例，右掌要向左横裹，裹到自己的左肩前。过臀就是左掌背顺左腰侧沿带末向右抹按，要穿过自己的臀部，整个动作要领。具体要求是劳宫穴对人中，劳宫穴对到自己的人中的位置，这也是武当纯阳拳中基础性功法之一，是武当养生功五星桩的一个动作。阴阳别次，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的时候，我迅速将对方的攻击拳接住，然后顺势化开对方。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的时候，我左手沾化对方的攻击手，然后右手缠化对方，缠化对方。同时如果跟对方控制死的时候，双手可以控制对方的喉部，左手控制对方的攻击手，使对方失去战斗力。也可以在平时我们用于防身的时候，对方抓紧你的肩部的时候，也利用我们这种缠化技术，使对方失去战斗力。左手按压对方的抓的手，同时转肩击肘，使对方的臂弯曲，同时缠化对方，然后让对方放倒。阴阳别次这组动作的应用，主要体现了内压拳缠化技术。在我们缠化的过程中间，一定要体现出沉肩坠肘这一点。如果肩不沉肘不坠，那么我们在防身应用的时候就不能起到很好的防身效果。现在我们示范讲解，当对方抓拉你的时候，你控制了对方的抓手，然后要靠肩沉肘坠使对方的劲力疏散，才能真正的起到缠控制对方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练这组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这种缠化的要领。整个一组动作有这么一个缠转的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使我们这个动作练得比较柔化，应用自如。第十二式哑拳溃鱼示范一遍。
动作要领，亚丘溃鱼这组动作主要要体现出腰的转动，要有高山挺拔之意。注意右手向右后方抄起，左手变虎掌，由右后方向左转起下按，目视前方，右掌八字掌，左掌虎心掌，头顶上旋，重心位于右腿之间，整个身体要有挺拔之意，目视前方。亚丘溃鱼积极示范。亚丘溃鱼具有高山挺拔之意，同时隐含着一种积极运用的要领。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的时候，我的右掌上抽，使对方进攻之力化开，然后进一步左手变虎掌抓拉对方后脑部位，然后靠腰转之力使对方前穿倒地而倒，或者是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右手向上抽化对方进攻之手，然后左手变虎掌向左后方搂击对方，使对方破坏重心旋转而倒。第十三式同之探海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接上式，左脚重心位于右腿上，左脚尖向左转，然后重心前移，双掌变柳叶掌下叉，同时探海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拦击对方，同时转起下叉对方裆部，或者是后按对方起来。第十四式先到开门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边示范边讲解。身体起立，右掌从右腿内侧抹按，随腿蹬出，掌心向后，左掌成八字掌，自然立于左上侧，然后双掌内旋回收，重心下移，然后发力击出，虎口相对成七龙步。先打开门继续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左掌向上抽击对方进攻之拳，同时右腿蹲击对方腹部或者髋关节部，使对方受伤而倒地。接着如果对方再次进攻，我注意吞
吞声，然后让对方另一手向我进攻，这步进攻我反身滚化对方，同时落步对方击倒。这里边要体现出武当内家拳应用技术的叫吞身如鹤术，出手是蛇奔，也体现出我们平时在应用过程中一种柔化刚发这种劲力，在我们防身应用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贯穿进去，就能起到良好的防身功效。第十五式懒龙卧道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接上式，上右步，双掌下分，目视后方，然后双掌翻掌下按，整体下蹲，目视左前方，肘关节、前肘关节下沉，双掌之相对，懒人卧道聚集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不招不架，侧步走神，粘化对方上进攻，不招不架，侧步近身，然后翻掌下按，对方受挫而倒地。第十六式五行不倒示范一遍。动作要领，五行不倒主要是一个挤到对方进行圆转走化的动作，迈步、扣步、摆步、扣步，双背要撑圆，不能出现跳轴或者是后轴翘起的这种现象，一定要做到承肩坠轴，身体中正，头顶上弦，腿委屈，步要撑圆，腿整个的走圆背圆。这也是在武当内家拳中间讲的三圆背圆腿圆身圆体现。好，示范一遍。五心不倒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接住对方之后进行圆转走化，对，进击圆转走化，对方如果快速走，我打出去，借对方旋转之力将对方放出去，来，这是这个是在跟对方走劲的过程中间，走劲的过程中间感觉对方这种重心破坏了之后，然后寻出一个起劲儿，将对方发出去，是吧？发出去。第十七式，黄蜂入洞，示范一遍。动作要领：右掌向右方旋掌成八字掌，同时上右步。跟左步，左臂以全背向前撩击，黄蜂入洞进击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右掌旋掌将对方进攻之力向右化开，同时进步跟步用左全背撩击对方裆部，对方受阻，对方受阻，
第十八式黑熊反背，示范一遍，接上式。动作要领：黑熊反背，这个动作一右拳伸拳顶按在右肋部，左手撑拳，由右向左转起，然后再由左向右转起，左背定型动作不动，黑熊反背积极示范。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化解对方，同时上步反背打击对方面部，对方鼻受挫，这是一种。第二种方式，如果对方向我进攻过来，我可以沾化对方之后上步靠腰的扭动控制对方的肩关节，使对方击倒。收势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收拾动作我们要认真，不能做到虎头蛇尾。注意重心向左移的同时，左拳变掌回拉位下丹田旁，然后重心继续向左，双掌自然伸开，重心位于左腿，收右脚，双掌收按，然后并左脚进作揖礼，也就是我们说的抱拳礼。收拾动作主要是按掌平气，恢复自然，真正做到阴阳交合，乾坤互转，天人合一，使我们的呼吸吐纳动作恢复到自然状态。所以说对收拾动作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再示范一遍。